我想讲下咧就提升，因为好多人咧经历到四年，但系好似成日都喺一个程度啊。咁我提升咧个第一咧就系即系我哋生命嘅提升啦，同埋每次祈祷都经历到圣灵啦，同埋咧为人祈祷亦都会更加提升啦。咁喺呢个我哋呢个训练课程咧，一方面就训练好多样侍奉嘅。每一樣嘅需要嘅才幹啊、恩賜啊，但亦都會幫助喺聖靈裏面嘅提升嘅。聖靈裏面嘅提升咧，係我曾經講過一次咧，係有幾樣嘢聖靈充滿嘅。第一就係、是、第一樣有冇印象啊？悔改、憎恨、罪、離開罪啊，罪第一個係離開罪，第一個。第二咧，聖經相信聖經，即係係深信聖經。第三咧就係、是。信心就好相信神好祝福我哋嘅，好爱我哋嘅，好想充满我哋嘅。第四咧就系用心灵诚实敬拜，而灵咧就分开啊，魂咧就分开，记唔记得系咩啊？思想、意志、感情，一整个思想完全认同晒神，神所有嘅认同晒，意志我全心决意跟从神，感情成日同神建立感情，见到咩都觉得系神做嘅，真系好好嘅。所有作為神都好嘅，經歷神真係好啦，咁樣即係呢個靈，即係呢個靈同埋魂啊。靈咧就係成個人個靈魂啊，成個靈魂反映我裡面嘅都去愛慕神，整個靈魂。咁另外咧就係、是、愛慕渴慕啦，即係冇覺得有啦有啦，我經歷過啦，我祈過禱啦，而係更加強烈。因為喺呢個世界上有啲人嘅聖靈恩膏係強得好緊要嘅。有些人咧，佢祈得到就見到耶穌呢種一種嘅恩膏啦。另外咧，就係有些人咧，佢一祈禱咧，即時嗰啲人就會經歷好強烈嘅神嘅臨在，好強、好大嘅臨在。我亦都求神幫助我哋呢度係提升嘅，即係我哋而家咧，其實因為我哋祈禱過程好多嘢發生緊啊，所以好多其實好多騷擾啊，但係我哋希望大家投入去愛慕神，讓神嘅同在更加強烈，同埋全面性遵從神啦，遵從大使命啦。同埋接受安守祈禱，同埋聖靈充滿嘅聚會，呢啲都係會幫我哋聖靈充滿嘅。嗱，我哋再講一次，第一就係憎恨罪啊，憎恨離開罪。第二咧，聖經。第三咧，信心。第四，心靈。時時用心靈愛慕，由早到晚，你可以咧，就算你喺度做工，譬如你做啲工作好簡單嘅，一路讚美神，煮飯咧一路讚美神，愛慕神，從個心靈發出嘅。咁咧讚美同愛慕有啲唔同啊！讚美咧就係比較通常喜樂嘅、興奮一啲嘅；愛慕咧就係個心靈嘅深處，好歡喜神、好中意神嘅呢個從心靈發出嘅去敬拜神、去親近神、同神有密切關係。咁其實我哋敬拜就幫助大家咧係一個深度嘅愛慕啊，深度嘅愛慕神，同埋渴慕啦，即係唔好覺得已經夠啦。同埋咧就係、是大使命啦，同埋咧係按手祈禱同埋集體嘅聚會，同埋處理生命都係幫我哋更加提升嘅。咁而其中咧，當你有處理生命嘅時候，點樣提升咧？就係你每一次祈禱進入更進入嘅。OK， 嗱，我哋喺呢一陣，我哋試下喺呢一齊好投入、好強烈嘅去進入神嘅同在。你當有些人咧，你係比較容易經歷聖靈嘅，我想你出嚟圍一個圈，然後咧我就會做一樣咩咧？我幫你提升更多，提升更多，提升更多。好，哈利路亞，全部一齊愛慕神，神啊，我哋歡迎你，歡迎你，哈利路亞。Yeah.
心灵，神啊帮助我们。
身體有覺得一種能力流過嘅，身體有能力流過嘅，手有幾個，身體有能力流過嘅，哈利路亞。
好，有幾個咧係有感受到愛嘅，即係有被愛、被安慰嘅感覺嘅。Hallelujah！ Hallelujah！Hallelujah！ 有幾多個咧係經歷到釋放？你今日覺得好似有啲嘢釋放咗，佢鬆咗啦，個人鬆咗嘅，舉手啊！有幾多個經歷釋放嘅 ？Hallelujah！ 多謝耶穌。原來當我哋投入嘅時候咧，神嘅同在加強嘅。希望大家翻去保持同神有呢個密切關係，但係好重要係處理生命，同埋做我哋應該做嘅，睇聖經啦、祈禱啦、翻教會啦、努力投入喺教會啦、投入喺事奉啦、喺小組裏面啦。